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C 语言函数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输入参数，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我们上节内容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所谓的函数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就是一个。 呃，代码的集合啊，只是这样的代码集合呢，跟普通内存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就是说它具备三要素，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内存它可能只是需要知道它的什么门牌号就可以了，但是呢，函数呢不仅要知道它的门牌号，还要知道它的一个什么 input 和 output，也就是输入参数和返回值这两个信息过后，我们才能把这样的内存当成函数内存。 也就是说，函数内存我们在 C 语言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它必须要保证它首先知道你的函数标签是谁啊，也就是说这个这块内存的什么标签啊，它的地址值。其次还要知道以这个地址值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要给什么样的数值，以这样的地址访问过后，我要返回什么值啊？也就是说，它必须具备这两种能力过后，我们才能叫做函数。 啊，所以它的访问方式跟我们普通的内存访问方式是完全不一致的啊。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多了一个什么 input 和 output 啊。那么 input 和 output 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承上启下的概念啊，承上启下的概念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这样想，就像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内存啊，主函数，主函数运行的过程中呢，它可能需要什么去。 呃，调用别人的功能去实现一些其他的那个那个子功能啊，或者子线下，那这时候怎么办？它只它是不是只需要简单知道这个功能子块的一个标签，它是不是就可以用呢？我们说不行，你光知道标签过后，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知道它的一个树列表。 啊，然后你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满足两个信息，你才能调进去。调完之后呢，我们当然可以可以可以省略，就是说这地方他回啊回回完之后他你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但是他必然要回去，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函数承上启下的能力啊，承上启下的能力。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这个圆圈也就是我们输入信息啊，输入信息该如何如何告诉给对方或者告诉给程序员呢？那我们来看。 原来呢，我们说我们的普通普通内存啊，普通内存或普通数组空间，我们是不是知道地址，然后通过方括号就可以访问到？而且方括号呢，只需要跟一个普通的 I D 号标签就能访问到啊。而我们的函数调用，大家来思考一下，函数调用是不是必须必须要怎么的？函数名后面加什么圆括号来访问？而圆括号必须跟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 list，也就是说你在调用这个函数块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个 list 给这个圆圈。 我们才能怎么呢？进行调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涉及到两个问题：这个圆圈是谁来初始化啊？那这个圆圈的值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或者这个圆圈的值是谁给的啊？所以通过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输入参数所需要呃呃知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语法概念就可以啊。好，那下面我们先看。 有了函，那么函数在调用过程中呢，我们一般还是可以给它起两个对象啊，一个就是叫做调用者啊，调用者。那么一个呢就是被调者，对吧？哎，被调者。那么调用者呢，更多的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的主函数啊，那么要去使那个使用别人的功能，那么我们去调啊，调它啊。而被调者呢，更多的我们把它体现成什么？就是函数的。 具体实现啊，具体实现啊，那么这是被调者需要做的事情啊。那么调用者和被调者怎么来怎么来做呢？我们先看被调者的函数实现怎么做啊？函数实现呢？之前我们说了，函数实现必须三要素，必须完全满足，编译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函数，对不对？哎，先有被调者，对吧？我们先怎么做呢？先有一个函数的什么？先有一个函数的返回值。 啊，返回值。然后呢，我们通过什么函数名的定义，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把我们后面的代码当成这个标签了啊？当这个标签，然后一个一个圆括号，那么这个圆括号里头叫什么呢？我们称之为，也可以称之为叫做接收啊，接收接收的什么？接收的 list 啊，或者接收的数据啊，数据段啊，数据块，数据数据吧啊。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什么大括号啊？通过这个大括号。 然后呢，帮我们把什么把具体的函数实现，你就可以实现出来了，对吧？哎，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函数的一个第一个啊具体实现。那调用者怎么做呢？调用者还需不需要知道函数返回值呢？我们很显然，函数返回值它是,是他想不想知道而已，而不需要怎么的在调用的时候就把什么就把这个函数返回值写进去，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只需要知道什么我的函数的标签？知道标签过后，通过什么圆括号的访问啊？通过圆括号的访问。 然后把访问什么呢？访问我们要要传递的数据。那这样的话，你看函数名称通过要传递的数据呢，再把它放到我们要接收的是一个数据。那么这样的话，数据之间是不是就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概念了？看到没有？哎，那么把这种要传递的数据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形参啊，呃，实、呃、参啊，实参。 就是实实在在的要传递的东西啊，正常的值，比如十啊、二十、啊、三十啊这样的值，而我们接收的数据，很显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定义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十还是二十，对不对？诶、哎，所以我们只能去开辟一个什么空间去来收啊收，所以它只能是收数据。那这样接收的数据呢，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呃行产啊。 所以说呢，在我们函数中呢，经常会提出这么几个概念，就函数名中会有实参和形参的概念啊。所谓形参，就是在函数被调者或函数的具体实现中，我们怎么在接收数据的一种形式啊，一种数据类型形式。而实参呢，更多只代表什么？我们要传递的一个真实的数据而已。那么这就是我们函数数参数中形参和实参的基本概念。所以说呢，我们说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实参就是。 真实数据，行参呢就是呃一个一种什么一种变量啊，然后去你搜这个数据而已啊，所以呢很显然是谁传谁呢？肯定是什么？是不是实参啊传递给什么？是行参对不对？哎，给行参，然后这样行参一旦给完过后，那么行参是不是从后面就可以开始用了，对不对？哎，所以它的传递过程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怎么传递呢？就传，怎么叫传递呢？那传递中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呃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传递的形式啊。传递的形式是什么？就是拷贝啊，拷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这个这个数据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啊。然后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拷给什么，拷给这样的数，拷给这个地方的接收者。 啊，这就是拷贝的概念啊，拷贝的概念。好了，为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拷贝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那对于拷贝的理解呢，应该说你如果把它理解到了，后面我们即使讲的直传递和传地址传递啊，其实质都是拷贝啊。所以说，呃，我们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啊。